不保证你砍得回嗨哦。妹妹跳的也很厉害哦。很失望啊，对，可是你们今天穿的是比较让自己凉快的服饰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哎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很多人很想了解你们呢。啊，不然我问一个啦，网站上啊有一些留言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？说真的，来，谁可以讲？佑佑你讲好了。就是啊，就有人就会说，就我很想红啊，爱露胸部啊，叫我不如去拍 A 片。该不会有考虑吧？没有，你听到这个，你自己心情是怎么样？就觉得其实 level 没有那么低啊，我觉得留言的观众 level 才比较低吧。你这讲的对了，你要不要在这边跟大家辩解一下？就是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，其实我爱黑社会的妹妹们呢，每个人都是又有外表又有内涵又有才艺，就是假如有一些人喜欢呢、啊、就躲在电视后面然后再上网留言呢、啊、那你们真的太低俗，因为你们自己想红可是你们又没有办法来，这是就你们的诟病。戴总，戴总，戴总，那有没有什么影响到心情很糟的 Vicky 有没有？以前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你现在再也不见为敬，不喜欢就寄来报名，比我们好再说。那丫头啊，你人气很旺，在网站你自己有没有去看网站上的留言？有去看啊。然后呢？就有些人还蛮糟糕，会恶意的回报，就他就还蛮好笑的。有人回报你吗？他会自己编故事什么，然后会好奇去看。你听到最扯的故事是什么？就是怀孕堕胎。啊？小孩怀小孩？就很妙啊，是怎样？就还蛮好笑的，就觉得大家想象力很好。就说你怀孕这件事情，然后就转学啊，怀孕什么的。真的假的？就还蛮爱编故事的，可是还蛮好笑的。对啊，在这里我要帮所有妹妹讲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们的话，就不要留言上来攻击他们；如果不喜欢他们的话，你不要看我们爱黑社会，因为这边不是留给你在那边攻击啊，或者是去批评的。因为健康一点的心态呢，胜过100种智慧，好不好？聪明人要做聪明的事情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上课之前呢，首先想请问所有妹妹，喜不喜欢偶像团体？喜欢。是偶像团体，你们觉得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？希望你先来讲好了。希望就是不只要长得帅，然后就是还要有内涵啊，然后要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。还有呢，来小优，就是一定要帅，因为每个人一定都会先看外表。那如果你长得不好看，你有才华还是会被埋没，所以我觉得一定第一眼印象一定就是看你的外表。外表还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出来三个四个里面三个大肚子的那种男人还在那边跳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还有呢，好，妹妹，麦克风接来。他会跳舞。嗯，对，然后会跳舞，然后最好就是娃娃脸啊，年轻啊之类，像杰尼斯那样子的。哦，对，所以你觉得跳舞是很重要？你觉得跳舞啊，长相还有内涵都是蛮重要。还有呢，有没有？来，丫头，你觉得？所以一定要以全方位为目标，然后各方面都要表现很好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样才会有很多人支持啊。
才可以在演艺圈屹立不摇。是的，最近偶像团体呢又刮起了一个旋风，这个风呢我们今天也请来现场，就是我们台风。台风的首领 Tolo， 我是小春，我是达伦。哎，你们这整个造型算比较华丽的感觉。对，这一次就是脱离嘻哈的成分，然后走比较华丽摇滚的感觉。是谁提议这么做的？谁提议？我提议的。有接触华丽摇滚这种？有啊，因为自己就是比较东洋一点，所以都会比较喜欢看日本风格。后来发觉，对不对 ？Hip Hop 跟之前跟。跟 Energy 跳一跳，我自己明明是一个华丽摇滚咖，就这个样子做，哎呀，我也可以很 hip hop， 我都可以。那今天 Image 是给人家是比较华丽的感觉。对对。那另外一位新团员，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就是我是小春，就是之前常常在电视上也是会出现，因为我是一个 dancer。You are a dancer。然后你之前曾经帮谁一起？Coco 李玟。哎，还有呢？Yuki， 还有你的好兄弟韦博。韦博，讲到 Yuki， 你之前现在跟他还是朋友吗？还是朋友啊，还是 OK 了。那 Yuki 吗？对，那个身在玉器吧。对。好，妹妹现在有问题呢，可以借这个机会问一下。来，请举手。好，小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说就是刚开始组团的时候会不会说不习惯？不习惯哦，你会吗？你问他啦，这要问他啦。我觉得其实还好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经过 K1 的洗礼，所以我可以对其他就是进入到其他团体会比较适合，而且加上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人本身的兴趣啊，跟喜欢的东西都蛮类似的，像我们三个都蛮喜欢打电动的，所以常常就会有话题。打什么电呢？比如说格斗嘛，格斗机也会，就常常打 PS， 还有现在没有，我这一定要讲，我跟他们两个是脱节的，他们两个有他们的世界，对他们两个是玩线上游戏，我不玩，然后我玩那个 PS2 对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休息室的话题永远都是。全不一样的，对啊，还没组团就不合有啦，不是啊，你们我就不想玩，你们玩那个啊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 ？Hero， 就大家都知道你们跳舞跳得很好，那可以现场来一个。来，早该问这问题了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欢迎台风带来的舞蹈表演。充满了魅力，看来台风即将要刮起一阵无人能敌的旋风哦。就是有办法请三位教大家舞蹈一下，可应该是 OK 的，没问题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因为今天刚好是不一样，我们以往也是有很多老师来教不同的舞蹈，今天是华丽摇滚风的，华丽摇滚的东西。刚刚那一段啊，那个整个排练让妹妹也稍微融入一下，我们那一段呢？刚那一段嘛，要教刚刚那一段吗？真的吗？对，那就或者基本功啊，基本好不好？我们欢迎妹妹下来，好了，来瑶瑶、Vicky、菲菲。好了，教哪一个？现在呢，如果是三位妹妹初学者的话，应该是怎么开始？应该是从基本的律动开始。三位有没有都带过学生？有，我以前在当 K1 之前是教跳舞，舞蹈老师。舞蹈老师。那今天比如说基本的基础的话，他们应该怎么开始？最常教基础应该是小春吧，因为我们公司乔杰利的艺人也都是他。哎呦，他在教课，那麻烦您了。对，这样来，基础课就麻烦小春一下。哎，不然老师你先示范好了，我先示范好了。太难的话就要换一下。还好，很简单。最基础的像街舞的一定是 up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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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， 记得身体不是整个，是很自然的在前后，肩膀不要刻意的去动，然后跟着拍子棒打，这样。你脚往上抬会比较帮助你身体的律动。
然后再左右移，左移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不要坐在那里，赶快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吧。而妹妹们的学习成果如何呢？我们赶快看一看吧。设计的，哦，运动延伸出来的吗？延伸出来的东西。哎呦，它跳舞很像那个你知道流线炮小子里有一个 MV 有一个怪怪的那个。好 ，Vicky 不错，这个律动可以延伸很多手部动作，可以加入自己的感觉，加入自己感觉啊。对，因为这是最轻推动。阿贝尔，七三。好烂的感觉啊！别别看，好换你，贝贝，那个，来，五六七 ，Go！ 你很烂的，人家律动你在那边应用，你要运用那个下跟上的，小郑，你要跟他讲那个下跟上的动作，下就是我们蹲。然后身体往后，你那个胸要往后按，对，胸要往内，往内凹，对，往内，蹲的时候同时往内，这是下律动，然后我们再移动，再移动，移动，你赶快好 ，OK， 来，七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。菲菲退下啊，太烂了。好，谢谢这三位妹妹。另外还有啦，就是依不同的节奏，然后不同的音乐跳不同的节奏，这有办法吗？不同的音乐跳不可以啊。OK 啊，对，就是你只要，我觉得跳舞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会去听，你听到那拍子就可以走。那我们请妹妹一起下来好了。好啊好啊。Ellie、小佑还有 Vanessa。你们班上有一个长得像连方宇的是他吗？哦，来的没有，炫还连方宇啊，连方宇呢？舞蹈刻意 shaking， 这边需要什么样的功力？腰力 ，Ellie 赶快啊！你应该会基本的那个 shake 嘛？哎，还有，继续啊，继续。要带动一下我妹妹，对，哦，带动，来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这是 Darren， 要一个那个，来 ，Vanessa。Darren， 带一下。厉害，蹲下起立啊！我们班也是常常有这个环节啊。